第三轮第一题，请出题。你常在心里上演小剧场吗？请问小剧场的英文是下列何者 ？A. Silent Thinker B. Silent Surfer 请作答。Suffer 哎，我选择 B 的 Silent Suffering Sufferer 对哦用正确答案是B silent sufferer、心里有小剧场不会说出来，觉得受委屈了，英文就是沉默的受害者、那比较内向啊，或是觉得我自己承受就好了，不用开口，所以我什么都不说 silent sufferer。 OK 来请增加五千哦、一下五千哦好快。接下来一题请出题。根据鞋垫公司最新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最担心自己的脚出现什么情况被男性看见，A. 脚跟皲裂 B. 指甲油掉漆都不好吧，来请坐的、那归的是男生嘛对后面这样那去后面夏天跟坐不穿鞋看哪个比较糗 Oh no 但是男生呢常常一夜情之后呢什么不是你会观察人家不是我的电影演的一夜情之后呢他很起来是很满意嘛棉被一拉、看到女生的脚拉惨了哦、那指甲呢哎呦我昨天说喝太醉了，然后穿了衣服就走了。但是你们真的觉得皲裂可以哦？我觉得指甲有擦掉漆听起来太可笑，就是没擦啦、但是龟裂这个东西我听不太懂，所以我猜龟裂就是整个脚后面都裂开了，你知道吗？就死皮呀、这个很可怕。在南部很多那个人出来访问都不穿鞋的，对，他是耕田的时候，他的脚呢等于他鞋子一样啊，所以你踩到他的时候，你自己会痛啊。就很硬的变皮鞋對所以你觉得那个是不行的吗我觉得那个比较可怕那指甲掉下来、指甲不是指甲的指甲掉下来那会想要关怀他吧不是那个指甲油掉下来对好还好嘉玉你为什么选择因为这两个对我来说我觉得都不行可是因为指甲油在前面我想说就是先看到的话会是先看到指甲油然后如果指甲油掉漆就代表你这个女生有点不拘小节或者是你很久没有好好的呵护自己的脚趾甲了这样可能也会让人家觉得你很邋遢不过这个是你女性的角度啦对那男生的家伙你会怎么我为什么选指甲因为女生的指甲这件事是我完全不懂常常就女生说你看我这个昨天花一小时做了指甲好漂亮我就看不出差别所以我知道指甲对女生来讲是一个很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重要的迷思我才选她的定冠呢我觉得龟裂看起来就是痛掉漆就是糗就是外面的人看起来啦你是说痛还会安慰她糗就不行对糗她自己就会觉得哦好糗这样正确答案是脚跟皲裂其实很特别哦我们女生最担心出现的情形是脚跟皲裂再来才是指甲油拉碴然后再来是长水泡或是鸡眼我的妈呀你想早上床单一拉看那两只脚明明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要体谅女性因为女性因为怀孕然后工作的关系不能再去查我们足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其实是男性的四倍哦平常尽量不要一直站着啦然后多喝水这样脚就不会水肿啦而且鞋子也要注意好哦这样子我们足部有良好的血液循环才会更健康其实从脚就可以看出你的健康如果你脚皮没有的话也不会那么粗的话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我脚每天回去撕那个脚皮撕得像棉花一样但是后来你身体循环变好了水多喝了这些皮就不再出现了脚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是练脚癖他看到那个很漂亮的脚啊很干净他就觉得很开心男生会看脚踝很多脚踝脚踝比看脸还重要我有一个长辈演艺圈大哥他就是看脚踝他每次看那个脚踝情不自禁那脸长得怎么样没关系对越听越多秘辛各位都看这一节啊、OK 要细细瘦瘦的这样子像老一代为什么呢上海那些都是在看看旗袍底下的脚这样子对、现在审美不一样好的请加一千我要去做了吗不用不用你们四个都在变金刚金刚狼了不用动了不用动六千块进宁安东的账户哇飞上来你起步比较晚了、这个是第三轮了所以我们把奖金再公布一下好嘉奎23000郑群14000嘉瑜8000安东21000大冠哥8000这比赛已经结束了所以恭喜陈嘉奎获得冠军23000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
恭喜你成今天冠军。来，这个提款卡，好的，下回有23000，来，请插卡，未来银行，请开启我们的金库，里面有23000，但是先出示两个密码的提示。分别是总笔画40画的纪履历给李安，或是总笔画36画的名导演拍短片。嗯，纪履历表给李安是，好大的胆子。对啊，不知轻重哈，不是不知轻重，毛遂自荐也可以，是不知羞耻，也不是不是，有很多有好的有不好的。好，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给导演拍名导演拍短片，名导演拍短片，大材小用。嗯。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名导演应该不会开了，开低走高。哦，因为名导演嘛，大家会期待哇，名导演拍就短片，拍出来不如预期，不如预期，对，也是一个差异这样。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我选李安好了。你选李安啊？请锁住，寄履历给李安，这是你选的题目。没有选的名导演拍短片是哪4个字成语呢？请看。哦，游刃有余。哎，36画的没有选，那我们来看看。你先笔拿起来啊，哎，马上要出题。寄履历给李安，题目一出来后，计时开始，只有1分钟哦。好，请出题。毛遂自荐，你刚刚有猜到哎，来，计时开始，清楚。遂怎么写？好，按着。哇，遂就已经清楚，清楚。遂，好像我写成足哎，我先出。我没有算，怎么办？先随便写一个。乱写，1、2、3、4、5、6。骗。骗。1、2、3。估计也不好写。对。6、8、9。第一次。好。6，完了。01，我01哦，我因为我写016了，我忘了，不用写，要写16的，来密码04210601，最后错，刚用46，你还14，你知道要改哪些字吗？一定是错的嘛，写光写01就错，来，请计时开始，好，自己要重新写的，清楚清楚，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我这个要改。好，清楚。1、2、3、4、5、6、7、8、9、10、11、12、13、14。停。好，他改了2个字，04140616，04140616，对或错？因为那个岁，他写的既有印象，又写成不是，对对对，像主嘛，我知道我写的。加起来是对的呢。哎，应该是，是不是这样？3、4、5、12。哦，我这个字写的漂亮。13对不对？剑。剑。其实那个草字头哦，是4画对不对？4画的。哦，这个算四画。1、2、3、4。我只算了3画。剑怎么写？对，瞬间空白。对，这其实都不容易。你刚刚写几画？我刚刚写16。来，我们看。正确解答。毛遂自荐，来，谢谢金固，来，请关闭。可惜呀、啊。谢谢，我们回头。啊，很可惜啊，有时候字就少一笔画，那个字越写会越不像，你知道吗？对。毛遂自荐呢？毛遂是当初的赵国人嘛？嗯。啊，因为秦始皇要秦军要打赵国，他呢当说客去楚国，现在希望他征兵嘛？对。所以呢，说动了100万大军。光靠他的3寸不烂之舌，但是最后赵国也因为他成，最后也因为他亡啊。嗯，好，就毛遂自荐了。是，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啦。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